一民叔啊，我是觉得您说的这个称还是不可取。这个明星村的评选，评得上就评，评不上咱就继续努力，是吧？咱火石沟村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数据，那就是个什么数据，我们得实事求是。可这个词还优惠，你说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发展，等咱们发展好了，我相信咱也就不用在乎这点优惠政策了吧。所以啊，一民叔。 咱们村啊，下一步的重点、重心，还是去合并海青村。咱们争取这次抓住这个机遇，为咱们后石沟村的持续发展积蓄动力。孙书记，你恕我直言，咱们村吧，它现在已经够困难的了，你再背上海青村这么大包袱，它划不来呀，是不是？这个，实话跟你说吧，村委里边没人会支持。 包括我，大妈，因为合并海青村的事儿，又变成孤家寡人了吧？你啥幸灾乐祸啊？你是不是太迷恋海青村的田园风情，有点脱离现实了？胡说！ 我对合并海青村，并且对海青村的未来发展，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深思熟虑又怎么样嘛？不是所有村委都反对吗？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风已经放出去了。看看大家的反应，再想对策吧。我觉得没对策。那是因为你懒。你想想，这五彩缤纷的世界怎么来的？不都是靠人的？ 勤劳努力思考来的吗？我有灵感了。哎，你闻闻，这都分别什么味儿？蔬菜味儿的，水果味儿。 鲜味儿，嗯，麻辣味儿。那个麻辣味儿里头就没闻出点肉香味儿。哎，还真有哎！你突然做这些干嘛呀？其实啊，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改良一下咱们村的这个煎饼。 你刚刚不是还在想合并海青村的事儿吗？怎么又突然想起煎饼了？我以为你早就把煎饼给放弃了。怎么可能放弃啊？你记住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在某一个点上遇到困难，难以前行的时候，停下来，先把它放下，去干点别的。突然在某一天某个时刻，你就会发现，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了。哎，别傻站着。
你帮我去和点面，才不呢！我要去睡觉了。那你一会儿不想尝尝我改良之后的煎饼？不想，我困的时候啊，只想念床。拜拜。 群里边发过来消息了，说这孙书记要把咱们村跟海清村合并，那海清村啥村啊？那不就是一个大包袱吗？人家甩都甩不离，他愣往身上背。要我说就是，人长得帅，脑子肯定缺根筋。嗯，不是你这个前面说的还挺好的，越聊怎么跟形象挂钩了呢？ 他长得帅吗？帅啊，反正比你帅，咋了？你呢？在这儿呢。哎呦，我瞎呀，我看不见你在哪。爸爸，嗯，你跟我分析分析呗。 这个孙书记他咋想的呢？怎么就突然之间对海清村感兴趣了呀？特别简单，啊，干上瘾了，想走仕途。海清村这个政府大包袱，如果他啃下来，这是啥？政绩。合并海清村，明摆着是赔钱赔本的事儿，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图什么？对，想想。 对呀，他图个啥呢？前两天我倒是听说啊，孙光明专门去海清村给两个百岁的老人过生日，亲自去道了贺下了福。那两个老寿星当中，其中有一个人叫孙天庆，知道了吗？跟孙书记同姓啊，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心意所在。哎，我知道了。 孙书记肯定是想让咱后石沟村帮着他那远房的老娘舅养老呢。哎，听见了没有？没白跟着我老伴儿，咱这叫谋略。那咱肯定不能同意啊！是得反对。富贵，嗯，你是我见过真正聪明的人。首富那是白当的。来来来来来来，行行行行，接着打牌，接着打牌。哎，哎哎，季春。 干啥去啊？我买药去了。啊不不，你等一下，我正好找二哥有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哎，白大哥，你干啥去？我先忙去，我有事儿，我有事儿啊。富贵，季春，怎么样？在二叔家过得还顺心吗？习惯吗？嗯，习惯了。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就是照顾二叔和兴国吴哥。哦。 不是，西叔，你等一下，我有些话在这儿跟你说一说。是这么回事，我听说你又帮李建安去收拾屋子了。我是去李主任家帮他收拾了两次屋子。李建安是个什么人啊？他是威胁过你，逼你走的人。当然了，我知道你帮他是为了让他不再找你麻烦。 但是你得想想，他一个单身男人，你一个单身女人，你怎么这么去帮他？别人会说闲话的，不是吗？富贵叔，桂花嫂她天天住在你家，照顾你，伺候你，给你当保姆。你也是一个单身男人，她是个单身女人，你俩咋就没穿啥嫌疑，没穿啥绯闻呀？季春，这个我得跟你解释清楚，我跟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你想，富贵叔什么人？ 首富啊，他是什么人？连房子都没有的人，我收留他那，纯属是为了扶贫，你知道吗？再说了，其实还有最关键的一点，他丈夫活着的时候，我跟那丈夫那是叔侄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你这个你放心，不过现在村里已经把他的扶贫费申请下来了，门儿别看新房子，只要他新房子一盖好，他走了，到那时候。 还是一个人。
富贵叔，我忘了，我还要去超市买点东西，你自己先去二叔家吧。哎，来吧，细川。哎，这个呀，其实也是我昨天晚上刚想出来的点子，来，你尝尝。我就想着呀，除了用这五种蔬菜榨出来的汁儿跟面和在一起煎出煎饼来，其实咱们还可以再往里加一些其他的味道，比如说除了现在这个蔬菜的呀、抹茶的呀，是不是还可以再放点水果、海鲜，甚至咱们再专门做点这个麻辣的。总之呢，就是让它有更好的口感，而且营养丰富，符合当下流行的健康饮食观念。嗯，怎么样，好吃吗？好吃，比之前好吃太多了，味道特别的不一样。那这个叫啥名呢？要不就叫五彩煎饼吧。这个名字呢，也容易让人联想起来五颜六色。然后咱们再用不同色彩的盒子去进行包装，说不定啊，这五彩煎饼它就能打进这个细分市场，甚至高端市场。孙书记，我还以为你把这事儿都忘了呢。怎么可能啊，我一直想着这事儿呢，所以说昨天晚上有了些念头，我马上就把你叫来，咱一块试试。哎呀，其实我觉得啊，还可以再加点花生脆、芝麻粒儿什么的。嗯，我刚才这么想来着，很多人喜欢吃甜口的。嗯，空了你再去找找苏奶。嗯，毕竟他做了这么多年煎饼，他肯定比咱经验更丰富。对，我找找他去。一鸣叔，孙书记，一鸣叔来了，你这可真漂亮啊！来来来，坐坐坐，你坐。哎，你们这正忙着呢，要不我回头再来找你。没事没事没事，你坐，尝尝尝尝尝尝尝。好，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我看这个绿的吧，像我们家那个菜。这是抹茶的，怎么样？跟原来的比？好吃，好吃，好吃，比以前高级点。您找我什么事儿？要不我改天再来吧。一鸣叔，这海棠又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那行，那个孙书记，这个不出我所料啊，咱们村合并海青村这个事儿啊，就像一块大石头丢进水里，在咱们村啊，起了很大的波澜呐，说什么怪话的都有。哈，是吗？啊，那都是说什么怪话了呀？算了，那个我还是不说了吧。说吧，这我来了之后，什么怪话没听过？那我就说了啊，有说你啊是想搞一个政绩工程，解决海青村这个老大难问题，讨好上级，方便你以后好走仕途的。他还能走仕途呢？我怎么觉得他成为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已经是他的人生巅峰了呢？你闭嘴！什么什么人生巅峰啊？说不定以后石沟村第一书记就是我的起步，以后我蹭蹭蹭往上升呢。京师政府了，到时候有可能。还有说什么的呀？还有说那个，你合并海青村的目的呢，是让后石沟村帮着你那个远房的老娘舅养老。老娘舅啊？哪儿来的老娘舅啊？就是那个过百岁生日的老人孙天青。哎呦，这也太扯了嘛！他才三十几岁，人家都过百岁了，这也差得太远了。还老娘舅，这谁在哪儿嘚嘚呀？哎，说不定还真靠谱。我回去我查查我那族谱，有可能，是吧？孙书记，他们说那些怪话吧，你也别往心里去。但是呢，我觉得合并海青村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说是，村领导和村委会一拍板那就说了算了，还是得经过这个村民大会来做决定。正好海棠，你也在这儿，你说呢？嗯，这是个大事儿，这确实得大伙说了算。我觉得孙书记，咱得开一个村民大会。行，我同意。嗯，那行，那我这是没事了，我就先回去。哎，别别别，
您先坐下啊，一民叔啊，合并海清村，咱们村里所有的村民难道就没个说好话的吗？可能有吧，那反正我没打听，要不孙书记您自己去打听打听。孙书记，我帮你去打听，我们去问问去，他们到底是心里咋想。好，那我先走了，孙书记。好好好好。一民叔，你不走啊？啊，那我也走，赶紧吧。哎，好，走，徐老师。再见啊，徐老师。走，孙书记。哎，孙书记，再见啊。好好好，拜拜。慢走啊。哎，咋办呀，孙书记？该咋办咋办，一样一样来，一步一步走。来，明天啊，挨家挨户去帮我访问探访一下，看看咱们村到底有多少人支持合并海清村。我的工作职责是负责石材花园的民宿，这种跑腿的活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不去。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咱们合并了海清村，咱有这么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做支撑，咱们村的民宿啊，将会又上一个台阶儿。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并村了以后，我们的营业额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那是当然的。所以说，小徐同学，不要光算小账，要学会算大账。好，这个桶我帮你跑。丽英姐，你同意我们村和海清村合并吗？那我肯定同意啊，我现在是光明书记铁杆粉丝。看来他这个铁杆粉还不少嘛。那肯定的呀，多着呢。我还敢跟你保证啊，就跟我一样，这个开民宿的剩下的十几户，绝对都同意合并海清村的事情。咱们村合并海清村，不仅你得到了他们的这个土地资源、茶叶资源，咱们还得到了历史文化资源，无非咱们就增加了照顾十几个老人的责任。你真觉得咱们村吃亏吗？孙书记，我听一民叔说他已经跟你说过了，并村呢是需要在这个村民大会上举手表决的。我同意把这个并村的提议决定权交给村民大会。那咱们就村民大会上见。我还是坚持我的态度，我反对并村。孙书记您看哈，办民宿的时候我老宅也没办上啊，我也没沾上光，这回您让我支持合并海清村，那我能有什么好处呢？你想要什么？还是那句话，一切等重选村主任之后再说。到时候我这新任村主任一上马，我肯定得挺你啊！你这简直就是迷之自信。你确定重选村主任一定就是你？板上钉钉了。你看，你这就叫迷之自信。在我看来，重选村主任多半你选不上。而且，就冲你这老提条件做交换的路数，你就根本不适合当村长。桂花嫂，你同意咱们村和海清村合并吧？只要我反对呢，他铁定的反对。并村的事我拿不定主意。这个也不行。金宝，你想想，这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好事儿啊！不仅对他们村好，对我们也很好。反过来讲，可能对我们村更好一些。两个村子整合在一起，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局面？我觉得挺好的，该说的跟您说了，这事儿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所以徐老师啊，我们就先保留一下意见。哎，这么没有主见。海清村吧，山多地少，真不适合我们去种菜。对。好吧。我们呢，随大溜。我听我媳妇儿。听你媳妇儿的。啊。这个打勾的是同意并村的，这个打小圈圈的是不知道并村以后是好还是坏，这个打叉的是不同意并村，结果是三分之一的人同意，三分之一的人不同意，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拿不定主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报，恭喜孙书记在我们村啊已经有了铁杆粉。我的铁杆粉？都是谁啊？跟着办民宿那些贫困户啊，代表人物丽英，还有村里的普通党员代表人物老祖奶，他们一听啊，这个合并海清村是你提议的，立马就支持了。挺好。那下乡也有小半年了，总算有了一点带出一支队伍的感觉。鉴于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把大家召集起来，要开一个并村说明会。咱把并村的各种好处啊，应该明明白白地跟他们讲清楚。
我相信啊，大家会同意的。这个地点就定谷仓吧。行，那我做个 PPT， 再搞个投影，搞得像一个正经的发布会。你看，跟着我这段时间，人都变聪明了吧？村民们请注意，下午2点在石田花园召开后石沟村合并海青村的说明会，说明并村的好处。孙书记呢将会亲自主持，欢迎全体村民以及村干部们来参加。你这么眼巴巴的盯着我干嘛呀？快2点了，这广播也广播了，就来这么几个人，我是担心呐。你说你是，没事，别担心，会来的，会来的。我已经广播好了。那个，你再去广播一遍，你就跟大伙儿说，只要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我亲手为他们烤的各种点心和小饼干，让他们免费品尝。你都烤好了？烤了一部分，我一会儿再多烤点。好，我现在就去。放心，回来了，回来了。我又是许唯一，那个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下午2点在石台花园，希望大家来参加广深和海青村合并的说明会。孙书记呢会亲自主持，说明合并村之后的好处。来参加的呢就可以吃到孙书记为大家准备的小点心哦。哎，请注意，请注意，是孙书记亲自为大家做的小点心。小点心好像不够嗨呀、啊！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啊，参加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参会费100块钱，是100块钱，一人100哦，100块钱哦，100块钱，100块钱，一人100哦，大家要来哦。大情况吗？这应该有人来了吧？肯定有人来了。这咋还没人来呢？你看这都几点了？哎，你赶紧的！哎，把门关上。哎，快点，快点！二叔，快快快，有事快来给100块钱呢，快点，快走！别，快走，快走，快走！不能去啊！回来，回来！哎，瞎猫！哎呀，去！咱们走。别拿了，其实我也想去听听。哎，你啥意思啊？其实我现在觉得这孙光明啊，有两把刷子，你说是不是？嗯。你说他蔬菜呀、啊，什么民宿这些事儿，他人家有解决的思路，是不是？他现在又提出一个合并海青村，到底啥意思？那我先去了解了解呗。我觉得我有必要去听听啊。我走了。姐，让你嫂子去听听也挺好的。哎，我刚才听村里的大喇叭说要召集开会，开啥会啊？我没听清楚。是那个孙书记在主持咱们村合并海青村的说明会呢，在讲咱们村合并海青村的好处。咱们村合并海青村。拿着吧，来一块儿，来，谢谢，来一块儿，没有，别拦着。领导，村民都到了，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谁让你胡说八道？说来开会的人，每人给他们100块钱啊？来这么多人，一会儿我到哪儿去给他们弄钱去？我本来看那个库仓的帐篷里还有一些现金的，我估摸着来个20-30个人。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你什么都没想到，没想到。你告诉我，一会儿开完会怎么收场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吧？别管，你先去，先说，我来解决。哎，
各位村民，欢迎你们的到来啊！这个点心跟饼干好吃吧？好吃，好吃，特别好吃！哎呀，要是再来点咖啡就完美了。好，这个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后石沟村合并海清村的并村说明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啊，我想说一说这个海清村的资源。海清村的这个地形地貌啊，虽然以山林山地为主，不太适合种植粮食和蔬菜，没有什么出产，但其实很多年以前啊，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主业的。那么他们的主业是什么呢？做茶。大家都知道，这个种茶呢，其实比我们种菜啊，利润要高。尤其这个手工茶，它是高端茶，口感好，生态环保，也能挣更多的钱。我呀，已经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了我们要合并海清村这个情况，也联系了专业的扶贫机构来帮助我们。并村之后呢，咱们可以派出很多人手去向海清村的梅姨，哎，还有李清河去学习做茶。而且啊，相关部门会给我们提供最优惠的扶贫贷款政策，帮助我们逐步扩大茶园种植和手工制茶的规模，做成产业，打造出品牌。海清村的这个采茶和制茶的过程啊，本身它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民俗，可以发展成咱们特色的旅游项目。海清村它风光优美，是绝佳的旅游资源。大家再看看这个，这个院子啊叫海清驿，咱们可以把这个院落打造成宋代文化旅游景点，这些文化民俗历史的景观都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也可以推进我们后石沟村的民宿业的发展。有点道理。民宿业发展了，咱们村的人气也就旺了，人气越旺，同时也能带动我们的蔬菜业、种植业、养殖业，还有煎饼业，咱们村也就可以就地消化，咱们也不用出去到处去求人了。哎，听听，是吧？当然了，咱们如果合并了海清村之后，的确一下增加了很多照顾海清村现有老人的这个工作。可是我想说的是啊，就咱们照顾他，跟我们从海清村获得的发展资源来比，咱们还是大大的赚了一笔。对，就是对。啊，这个常话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而且这些老人，他们常年生活在这山清水秀的海清村，乐观开朗长寿。他们不仅仅能够给我们带来制茶的手艺，可能他们还会给我们带来长寿之道。大家想想，谁不想长命百岁？想。所以说啊，咱们去照顾他们，一点都不亏。咱们也多向他们学习学习长寿之道，是吧？是。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啊，咱们国家现在提出乡村振兴，如果说咱们合并了海清村，不仅仅振兴了海清村，同时也振兴了我们自己，这真的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牢牢抓住这个机会。今天这个介绍说明我都讲完了，我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回去之后啊，能够好好想想，能够支持我这个合并海清村的计划。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领导领导，我说两句，您坐您坐。各位村民们，各位大叔大妈们，对不起啊，我本来在那个广播室里面说，每个来参会的人都可以拿到100块钱参会费。其实这个事情吧，我是没有经过孙书记同意，是我自己自作主张的。其实，
我们暂时也拿不出这个钱。啊！我再跟大家说声对不起，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口误，但是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个狼来的错误。我本心主要的目的是要完成孙书记给我的这个任务的，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里开会，来听一下孙书记亲自来跟大家说一下并村的好处的。我现在看大家听的也挺满意，挺开心的。如果大家一定要拿这个钱的话，那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给大家打一个白条，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请举手。好啊好啊好啊，你给我打个白条吧，我要。好。赵玉玺，你那么差钱，跟100块钱较啥劲？就是100块钱叫事儿吗？不行我给你，别让徐老师打欠条。你在我店里边赊了200多块钱账，我让你打过条吗？打过吗？256块1毛1。让你打过没有啊？这不是明显欺负人家小丫头吗？还打条？我是跟徐老师开玩笑呢，幽默未遂，谁能要白条？不要不要不要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咱们村的人绝对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人。以后啊，我希望大家没事就到我这儿来，有什么困难你们来找我，就像美凤说。刚才想喝咖啡，以后有想喝咖啡的随时来，我这儿有上好的咖啡。这个是你说的。这个今天啊就这一点啊，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把我刚才所说的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之后希望你们能够在咱们正式的并村大会上做出你们的决定。好，我没记得我惹什么祸呀，怎么突然家法了？四喜，今天孙书记在并村会议上说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跟孙书记胡搅蛮缠，我就……你就什么呀？我就跟你离婚。你为孙书记跟我离婚，俩八竿子也打不出什么关系呀。你还在那胡说八道，我要你胡说，满嘴胡言胡说八道。我跟你离婚是因为你好高骛远，不务正业，不明正理。不过你说我该怎么办呀？你帮我支个招啊。怎么办？支个招吧。不是富贵，我发现你这蔫了吧唧的，你还是我的军事参谋吗？关于并村这件事儿，我到底该站在哪边啊？对不起，我今天。失恋了，桂花把你甩了。你说你，咱后石沟村第一首富，这么好的房子，桂花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她，我帮你说她去。姐，我是跟别人失恋。哎呦，富贵，那你玩的也太神秘了，我怎么没察觉呀？暗恋。那你到底暗恋的是谁呀？你说说说给我听听。喜春。喜春。对。来点下酒菜。谢谢啊。不用谢。哎呀，富贵富贵，你又说你失恋，这难不成喜春又喜欢上别人了？我最近发现，
细春他老帮着李建安收拾屋呢，我是怕他对李建安有意思。李主任，老吃方便面不好，我给你做了菜，也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你尝尝看。细川，孙书记，我今天听完您这个病村的这个说明会以后啊，我是真的从内心深处，我的突然一下，我深有感触。我那些所有的那些小纠结和那些小不情愿，一下都没了。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哎，真的，您今天在说明会上说的那些话呀，真的句句都是经典，我都记录下来了，我给您读一读。进门，老规矩啊，原话不读了，直接说你的结论。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表个态。我站在一个15年的会计和村委的思想高度上，我充分的理解了您为我们后石沟村这个规划的发展蓝图。我突然发现啊，我们村跟海清村合并，绝对是一笔特别好的那个规划。真的，我为您这个规划呀，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举双手双脚，我赞成，真的。好，冯会计，你真是越来越会拍领导的马屁了。哎，说什么呢？徐老师，你现在说话越来越犀利了。谢谢。但是我今天确实说了一些话，我都深刻的记在脑子里了。孙书记，哟，孙书记，徐老师，跟冯大会计聊事呢？啊，没有，我是来做个汇报。完了。哎呦，没耽误您吧？没有啊。啊，你也找孙书记？有点小事儿。那行，孙书记，那我就先走了。好，大叔，那您聊，我送送你。哎，不用了，孙书记，您坐，您坐。慢走啊。哎，孙书记。哎呦，孙书记，方便跟您聊两句吗？方便，方便，你坐。你说。孙书记，刚才冯进宝跟您聊什么了呀？拿走你一瓶水是吗？哈，哎，喝点水吧。啊，不用。徐一。拿瓶水。啊，我不用。喝水，没事。都有。进宝来啊，就是跟我说，他现在转变态度，支持咱们村合并海清村了。并村的事儿，你千万不能再对着干了。相反，你要配合孙书记。为什么呀？孙书记就是再有本事，再能折腾，并村的事儿肯定成不了。表白去了？怎么表白啊？你这就应该学学进宝了。这下班挺贼呀，被他抢先了。你说什么？啊，没有，孙书记，我这次来是来向您表白的。表白？领导，这两天跟你表白的人挺多啊。不，徐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孙书记是来表述我的内心独白的。好，你说。孙书记，听了您的病村说明会，我豁然开朗。我的内心深处深深地感受到了您的启发，我的灵魂深处深深地被您高瞻远瞩的目光所触动。原本还纠缠在我内心中的各种小纠结、小彷徨、小迷惑，一下子就烟消云散，拨云见日，云淡风轻了。孙书记，您让我们村合并海清村，完全是我们村美好的明天做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我对您的敬仰犹如火山喷发，大海咆哮，山崩地裂。行，玉玺。你这话怎么跟进宝你们跟商量过似的？怎么都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呀？哎呀，孙
孙书记，那我这么说话您不喜欢？不，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我就是觉得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些不正常。不正常吗？赵玉喜，并村说明会前是你拿着小板凳挡在谷仓门口，你说要是赵氏村民有人去听讲你就揍谁。哎，你这做人前后差距也忒大了吧。哎呦，孙书记，您看徐老师在说话真是越来越犀利了哈，这反差吧是有点微的，不过也正好说明了我在孙书记的感召之下我现在是真正的成长了。那你今天来找我的这个意思就是想表达你也转变态度支持咱们村合并海景村了。切好的菜，煮沸的水，生活不过细碎。熬制的汤，佐料再调味，技巧也十分哲学。点一盏灯，照亮半杯，沉浸时刻的美，安然拒绝，慢慢着体会，那些心事会纯粹。这些年有多久，酸甜苦辣在心头，越碰触越感受，原来回味是那么的醇厚。这人生有多少美好依然值得拥有，岁月酿的陈旧，只为心再次温热。这些年有多久，酸甜苦辣在心头，越碰触越感受，原来回味是那么的醇厚。这人生有多少美好依然值得拥有，岁月酿的陈旧，只为心再次温热。切好的菜，煮沸的水，生活不过细碎。熬制的汤，佐料再调味，技巧也十分哲学。